好像无聊不？咋的？我给你200块钱，让我亲一口。你活腻了吧你啊！一天天没大没小的，再说你哪来的钱？你昨晚给我500块钱，你忘了？你可真会呀！啊，拿我的钱，完钱再用我身上。我凭本事要着，你管我咋花呢？100块钱行不行吧？反正我10多年都没亲过嘴了，我还想尝尝春哥的味道。行，但是就是不行了，走了。哎，我不是为了钱啊，我是看你可怜啊，看我可怜。嗯，我不带反悔的。嗯，行，不反悔，来吧，快点。嗯，算了吧，我一会儿还要花50块钱买菜，你再让50，50块钱亲你一口。啥玩意儿啊？我家哪会买菜？不是我买呀，你再让50，行不行？行行，别磨叽，快点来。嗯，哎呀，算了吧，我还想花30块钱买个串儿，你再让我30，20块钱。行，赶紧来。那不给钱行不行啊？你妈的，行，快点儿。算了，不亲。你他妈耍我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是在砍价。我就是在砍价。你都死。